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《七的魅影》，而家嚟到呢个赤日大人嘅时空之门，定反转世界嗰个嘅地方啦。时空裂缝啊，居然你可以追到呢个嘅时空裂缝啊！你真系一个特殊嘅存在啊！冇估错嘅话咧，你应该同嗰个盖奇斯男人一样啦，系通过咧类似再投影嘅方法，嚟到世界嘅呢个，只凭自身咧而稳定咁保持呢个投影啊！甚至喺呢个时空裂缝之中咧，冇凤凰同埋利基啊！亦都冇呢个嘅美梦神同埋呢个恶梦神嘅，不具有任何羽毛力量嘅你咧，亦都唔会被呢个时空所扭曲啊！睇嚟咧，仲有其他传说嘅精灵喺度做咧冇意义嘅挣扎。而家嘅我咧，已经凌驾时空、空间同埋反物质嘅力量。就算创世神阿尔宙斯出现咁啊，点啊？制造咗呢个残缺世界嘅佢啊，点可能啊同即将制造完美世界嘅我相提并论啊？边个都冇办法阻挡我啊！唔好咁轻易放弃。诶，你哋两个喺度嘅，大唔七日我哋咧唔会俾呢一切咧拱手相让嘅。等呢个情况咧结束之后，我会再同你解释嘅。我哋两个嚟牵制佢啦，你快啲阻止七日啦。哦，居然有其他人啊入到嚟呢度啊！原来系咁啊，系呢个月食之月本源嘅力量啊嘛。残缺嘅心咧显身出咧虚无嘅希望啊，同完美嗰所探求嘅真实之理咧，究竟边一面咧先系正确嘅答案呢？就揾我超越神嘅力量嘅我嚟话俾你听啦。好，赤日之战。好，哇系，呢个都有啲难噶，因为佢应该会有下马威。诶、哎，冇下马威 ，OK， 一下秒咗。李如龙，唉，死啦！李如龙，见过啦呢度唯有。好。寄生种子地震，好冇问题，直接用铁壁啦。好，慢慢吸死佢哋，保护。好，铁壁多下先，得啦，渣。而家佢已经对我冇咩伤害。开龙王宝。诶，呢度边个瞓觉？哇！系、哎、佢用睡眠果，居然系用诶缓、哎、虫。佢用火技一定要走喺度。如果佢系用火技嘅话咧，点啊？哇！佢用劲嘅招火技喎，佢系哇唔好死得。李如龙又出嚟啦。如果系咁嘅话，就用龙星群。好，有呢波龙嘅龙星群一嘢车落去。啊！赞一下，佢应该会回血，我相信。咁换翻坚果先，好，继续屈佢嘅。好，因为我换走咗招嘅十万伏特，所以打李如龙会辛苦少少。龙冇 OK， 我哋未都打唔入我啦，唔使嘥时间喺度龙冇啊！我开了两下铁壁，佢根本冇可能打入我，死埋。新士亚嘅话就是用冰或者雷嘅，睇暴龙啦。我真的应该要配翻招雷俾佢，我谂要谂下雷同埋冰边一招好啲，我觉得系各有各好啦。不过其实雷呢一招我谂都是专用嚟打李如龙嘅，我相信。好，冰死佢，搞掂。飞翼飞龙照上，应该我快过佢啩？喂，佢快过我，唔紧要。佢用龙轮嘅话，结果啦，保护。寄生种子地震得，掉到种子又好啦。所以话呢只嘅蟹仔真系非常之劲，只要掉到寄生种子咧，同埋佢开到保护啊呢招。呢两招开到嘅话就 O K 嘅，其实不过同埋都要睇翻佢可唔可以打死我哋呢边啦。如果打得死嘅话，都系有危险嘅风险嘅，都有呢个风险嘅。好边啊？好，因为佢系0.25咗，所以一定边唔死佢。好，搞掂。最麻烦就系要磨时间，其实你系见过。好，
呢只嘅叉字符，巨剑蟹啦，得翻一只啫，夜眼啦咁我保护。虚声就系你俾我打到你死眼，哇咁都唔中，唔好运啦，因为巨剑蟹打自己好痛啊呢度，赢到啦，有咩好运啊？所以大吴先生同埋咧米可尼先生已经搞掂啦，黑字锁链嘅出波咧被挣脱咗，已经离开咗呢度啦。嗰两只嘅神兽，点解啊？拥有一切嘅力量嘅我咧，依然会俾你打败，唔通我错咗？唔通拥有心灵嘅你先系？月食之余咧要用完啦，睇嚟已经冇办法维持我存在啦。我再用最后嘅力量咧来维持呢一个咧恶梦之呢度呢一个地方咧，即系话佢讲紧。你快啲翻去啊！你冇犹豫嘅必要啊！因为被选择嘅系拥有心灵完美嘅你啊，达克罗伊个入侵程序网黑手，佢好似曾经咧捕获咗呢个嘅，曾经捕获达克罗伊嘅恶梦神，眼神中咧充满咗恶意啊！喺未来一定要记得提防啊！不过既然系你嘅话，一定冇问题。车人，呢个嘅原初之山，好，你可以翻嚟太好啦！似乎咧一场激烈嘅战斗啊！等阵先，即刻帮你回血，好。哎呀，发生咗嗰啲事啊！如果赤日咧都可以好似嗰个佢咁咧，早啲明白就好啦。不过咧，或者佢应该再生嘅。曾经有人咧入咗呢个时空裂缝多年之后啊，重新翻到原本嘅世界入面啊。但愿咧大唔同埋米可你都 OK 啦。点解富老马去咗边啊？佢开咗一个奇异嘅紫色门道啊，似乎入咗呢个反转世界啊。我之前感觉到咧，佢确实好特殊啊，但我估唔到佢竟然系冥王之使啊。其实佢嘅想法咧，虽然同赤日系冲突嘅，但系亦都有相似嘅地方。我唔系怀疑佢，我只系有啲担心嘅。我想查一下呢个其他地立嘅资料啊，话唔定咧可以明白佢嘅处境嘅。再会啦，你要小心。发生好多事不之后咧，再讲，翻去龙镇先。诶，做咩啊？等离子团，败我啦！精力都放喺银狼团度，等离子团啊，乘虚而入咯。好，哎呀，冇得回血。啊，系我回咗血嚟，其实。唉，好遗憾啊！你都系离迟咗一步啊！神之石已经被呢个维奥大人拎走啦，好快就喺盖奇斯大人度，又系咁啊！你唔明咩时候应该放弃啊？啱啱先同银罗团激战啊，一日又同我哋打，就算赢到你都冇办法攞走神之石，毫不动摇啊嘛！咁啊，等我睇下你嘅固执有几强啦。好，哇，一嚟已经黑住我啦噃，即刻换呢只先。高压水，好嘅。边啊？连寄生种子都唔使放，如果系呢只鲨鱼皮、夜黑魔人，照用先。好，然后开保护，影击真系先制技嘅。寄生种子先，鬼火比较麻烦啊呢、这个状态，因为我攻击就会半减咗嘅。你逼先，影击？咦唔系喎，呢招影击系咩技？啊，系啊，应该系先制技，我相信。好，完全唔同噶啦，系得。佢有个香油，照边佢先，希望打死啦。得，搞掂，即刻换重。梦妖，大呢、这个火马。大火都得噶啦，因为只要如果佢系气息腰带咧，因为有沙风暴嘅就可以杀咗佢，但系佢唔系。暴露嘅挣扎啊！你哋嘅执念啊，竟然有咁深啊！恐怕咧亦都冇办法赢到盖奇斯大人嘅执念啊！有冇完成目标留喺度？绝对。可恶，俾佢走得咗，又系等离子团啊！好过分。你咪喺幻境师之前个训练师，当然好有实力啊！多谢晒啦。呢个图鉴拥有者嚟。啊！另一个世界盖奇斯，你真系唔系讲紧发梦说话？我的确咧察觉到有呢个邪恶组织啊，估唔到已经做好呢个程度啊！其他古关一直联系唔到我哋啊，睇嚟咧佢哋对我嘅口袋始终做过手脚。你系话佢哋已经冻结咗全部嘅图鉴拥有者啊？咁睇嚟咧我要救我徒弟啦！啊，如果系真嘅话咧，布洛克社长同埋拉克兹佢哋咧，啊盖奇斯呢个衰人啊，冰冻嘅事咧我都系认识一个一方面嘅专家，话唔定佢知道啲咩噶，系咪先？讲下呢个等离子团嘅事啊，虽然咧等离子团唔系呢个世界，但系应该有啲线索嘅。佢哋咧好似要将精灵咧从人类中解放啊！精灵球咧睇起嚟咧系精灵嘅牢呢、这个嘅牢笼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个监狱啦。亦都系为咗精灵而进行嘅一切啊嘛！听我讲完先，本来系咁啊，佢哋个王咧系一个叫阿 N 嘅大哥哥啊。
后来咧，布莱克咧用佢同佢咧用传说嘅龙咧进行咗决战啊，并且赢咗佢啊。后来阿 N 嘅想法好似有改变啦，但系咧盖奇斯咧后来咧重新召集咗等离子团啦。然后后来嘅进行嘅事咧就同 N 嘅初衷冇关啦，好似之前嘅行为咧只系一个幌子啊，即系一个扯线公仔之类吧。呢、這个人嘅理想被利用系嘛？系啊，咁啊后来咧盖奇斯想利用呢个冰龙嘅力量啊。拉克兹同埋法尔兹咧阻止咗佢，但系而家按你所讲咧，另外一个世界盖奇斯又嚟搞一搞阵啦，最强嘅龙啊嘛，咁今次用嘅冰冻力量一定系源自佢噶啦。咁你所讲啊，佢哋攞走咗呢个黑夜之神同白昼之石，而家攞咗神之石，有种不好嘅预感啊！我要快啲阻止佢啊！冇估错嘅话咧，有冻结成个大陆嘅力量啊！即系呢个导航仪，睇下，我嚟联系一下古楼，再真嘅蓝质，再真蓝质，即系下面。好，诶喺度啦，肥大，系因为呢只嘢咧喺旧版系叫个肥大，我记得。诶，多谢呢个画翻俾你啊，唔系嗰阿杜讲嘅，嗰、那个老爷咧话好似系要最冻嘅地方先可以发挥到冰龙嘅力量啊。耳仔真尖、啊，讲得冇错。再加上咧，之前嗰三个忍者嘅撤退路线啊，我话就系咧，冰冻之忽唔会有错噶啦。察觉到咯，睇嚟一路有留心、啊。系啊，关键是可能仲有咧潜伏嘅等离子团啦、啊。而且头先咧，古老讲咧，佢孙女好似咧亦都发现到潜伏嘅等离子团啊，呢度附近。不过讲银杏系嘛，即系咧红薄针，系红薄针啊，系啊，系呢个冰冻之忽嘅两质，冻雨同埋三风唔一样啦。如果我哋咁轻易入到啊！好容易就陷入呢个背腹受敌嘅局面啦。咁我哋嚟帮佢守住入口咯。如果想要破解呢个陷阱咧，呢、這个应该系最好方法啦。唔使入呢个太深嘅冰窟嘅，只有喺呢个积雪嘅地方战斗。我谂我哋嘅龙精灵应该唔会受到太大影响嘅。梗系咧，龙精灵咧，我嘅双斧战龙好强嘅。准备做好决战啦！完成之后咧，带呢个启步龙过去啦。准备好未？好，好啦，出发啦，启步龙。OK， 荒废之海，好入呢度啊！冰冻之佛入嚟。好，睇下系咪呢度先，因为我自己都唔确定系咪呢边，但系听佢哋所讲应该系啦。咦，但好似唔系喎，冇乜动静喎，似乎唔喺呢度。我哋试下另一边先。啊，呢度先啱，应该系呢度先啱，因为见到一条楼梯。呢个盖奇斯大人最后一步啊！等尼兹条嘢噶，大火唔可以俾佢用嗰个嘅咩啊？粉到门啊，因为太蚀底啦，俾佢开。好，地震。好，卷嘢即系卷埋一嚿佢嗰招技啊，叫做。好，呢度又嚟玩冰啊！好，搞掂瞬间，太简单呢、這个。呢、這个要点样？睇下先，咁样系技能54，乜嘢嚟嘅咧？唔知道。好，顺便喷埋之余就睇下54啦。岩石之刃，我呢只有呢招技有趣。好，我唔知而家具体喺边度，但系而家咧目标喺前方。哇，烂泥收喎、啊，火技咧。好。哎，加密防大镬，召唤火技先。哇，哎，佢都几狗下喎，启步龙，龙星群，喂，唔中，唔好中毒，杀咗佢啦，加点，烈焰马，毒气双子，大火啦，唔好谂啦，毒爆弹，细火，得，加点，哇，差啲死。果然放呢个嘅命玉系比较危险嘅，好，回晒血先，回血，我仲冇粉红色嗰啲药，冇晒咯，已经得翻蓝色呢一只，同埋绿色呢一只，咦，冇晒嗰啲添咯，唉，算咗有佢啦，但系都系要回噶啦，因为启步龙而家都占有呢个重要嘅地位，唔系同我讲要推石啊，真系要推石喎、
咁啊，是但俾一只先啦，暂时做完买先啦。宝唔要，好 ，OK， 睇睇先，呢度要咁样推，咁样推过去，咁样，系推落去得，似乎唔系喎，推上去系咁样啱。好像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！呢一度可能是我玩过的原因。好，呢度咁样推出去，系咪？之后咁样推过嚟，争啲出事呢度，系啦，咁样推入去，之后咁样，其实系咪唔使推入去嘅？其实。是我自作聪明推晒落去嘅，可能系好得就得啦，推埋呢、這个有强迫症啊，你要推埋呢、這个好搞掂，好咦、欸？似乎系需要推啲石仔落嚟，但系点解推唔到落去嘅头先？哦，原来要咁样推落去嘅，好，原来系咁样，即系推咗落个窿之后咧，仲要揿一揿佢，如果唔系佢会唔识落去嘅，系啦，就到啦，好，搞掂，之后就系落去啦，睇先，诶 ，OK， 即刻搞掂，好，呢度嘅温度好低喎，你一定知道咧。呢、這个皮呢、這个波色纸不遵守普利不相容原理。咁你知道佢足够低嘅温度下会发生咩？完全唔知佢讲咩喎，可能系一啲物理嘅嘢系嘛？三头龙火爆后，希望可以一下做低佢啊！搞掂，好，之后出去先，因为佢挡住我条路头先。好得，咦？头先嗰套咩嚟噶？冇嘢嘅，废嘅呢度。之后似乎要在上面过啦，呢度睇先，诶啱，咁样落系 ，OK， 咦嗰、那个铁甲人系嘛，好似叫做呢度冇嘢，但系俾我入嚟咁奇怪嘅，好，系咪啊？我谂我唔可以俾你继续行啊，嗰件事佢哋就喺前面，你唔理解我嘅谂法，已经好正常啊。我正研究紧咧，点样先可以激发出精灵嘅潜能啊！而个技师选择嘅道路上咧，我可以睇到咧，佢可以咧激发出极大嘅力量啊！冇错，我只系想咧挖掘出精灵嘅全部潜力啊！系啊，呢、這个就系纯粹嘅科学，纯粹咧呢、這个嘅强烈求知欲啊，先适合做呢个研究者啊！个技师嘅野心咧，只系会浪费咗佢嘅智慧啊！我完全唔认同佢嘅想法，但我想睇下佢究竟有几强嘅力量。但系我喺我睇到呢个力量之前咧。不可以有任何人阻挡我嘅，阿克罗马原来系，尤其唔想被平衡世界嘅另一个自己所阻止。系啊，你应该估到啊，一直帮助你咧击败盖奇斯人咧，系我喺世嗰个世界嘅共患者啊。我唔知咗点解嗰个我咧会有嗰个想法，科学根本咧就冇善恶嘅，因为嗰啲人咧就主观嘅睇法舍弃咗追求极致嘅科学，实质咧作为一个科学者嘅耻辱啊，其实。就等我喺度证明咧，我选择嘅可能性嘅先系唯一嘅了解。估唔到啊！好，火打死啦呢只嘢，心眼唔得。喂，我呢度系咪都死嘅？其实佢用雷技而家，算啦，死咗佢啦，因为命运必死嘅。咁就先。我相信佢系会有岩石蟹嘅，因为我记得佢好似系有岩石蟹，所以佢变蟹咧。地，即系呢个嘅斧钉、水技、飞核弹，非常痛。咁火爆喉啦，地震，争一下，哎，蟹暴龙啦，龙星盘，唉，居然唔中。咁冇计啦，呢度要输啦。得，得翻一只，要输。
好，哇，好劲我只副力都，其实系我做得唔好嘅呢啲位。喂，点解会翻嚟呢个城镇嘅？呢、這个城镇咪有排行，大佬。我唔知点解会突然之间去咗呢个剧情啊，因为我头先翻嚟呢个洞，就好似唔见咗嗰条友啊，阿大克先生。嗯，弊啊！呢、這个暗之沙话一睇啊，呢啲人都陪葬古骨咩？毫无破绽，周围都系破绽。做咩啊？哦，真危险啊！多谢晒呢个嘅焚翼蛾。唔知系临时作出嘅反应啊，早有防备啊。点会啊？我咧吓亲噶，讲大话咁样做有咩意义啊？所以咧，恐怕你一开头咧已经将精灵球放喺呢个袖口附近啦，并且利用佢嘅敏锐洞察嚟探测周围敌人嘅，并反击，我觉得冇错啊。哦，不愧咧严格修行嘅忍者，真系瞒过你啊！你讲得大致都冇错嘅，不过咧我毫无防备，就唔系刻意扮出嚟嘅，而因为我完全相信咧，完全信任我只嘅精灵，信任啊，信任自己精灵嘅能力嘅话，咁啊，咁样攻击咧，热风。人同精灵之间心意呢个心意完全基本已经强大到咁啦，犀利啊！不过你嘅信心之术已经复原啦，你永远都捉我唔到嘅，拜拜！信心之术啊，但系咧月食之月嘅力量已经完全消失啦，完全都冇变喎。暗之三话题翻嚟啦，要做个了断啊，盖奇斯。头先我唔系有得打嘅咩？吓、啊？哦，系啊，呢个位啊，头先佢系阻住我，但系我头先输咗啊，所以就。系啦，就触发咗呢个剧情。好，继续行，输咗都唔系，未尝唔系一件好事。哎呀，冇晒嗰个喷雾。咦，但好似冇人。咦，阿 N 喺嗰度。好，搞咩？两个喺度。因为 N 同埋阿大克留低嘅药品啊。哦，可以回血。哼，果然嚟到呢度啊，真系同嗰个淘金勇啊，只一样样、啊。哼，虽然你听讲过啦，报告啊，不过亲眼见到真系不可思议啊！点会企喺我面前咧？睇嚟已经拥有咧对抗冰龙嘅观察之力嘅方法咯。点啊？冇啊！所谓天才科学者阿克罗马嘅本事都系只有呢啲程度嘅。唉，费尽千万辛苦嘅力咧，先可以将其中一个嘅共患者解除，但谂唔到方法啊！哼，真系太可笑啊！你班人，盖奇斯几十年啦，你仲喺度征服紧成个世界嘅梦啊！曾经系，不过嗰种嘅梦想已经冇得满足我啊！我而家想要征服嘅系所有世界，全世界，想要将成个世界嘅生命嘅灵魂咧，全部进行呢个观察啦，然后将所有世界嘅灵魂嘅可能性全部咧崩塌喺一个太上啊嘛，然后再利用呢个二次投影嘅力量啊，去每个世界夺取想要嘅嘢啊嘛，真系疯狂啊！你嘅想法，哦，果然系 N 嘅共魂者，你同我一样咁棘手啊，俾你走啦咧，真系失策啦，冇错。我的确系要咧冻结全部灵魂啦，但系咧系全部人类嘅灵魂，所有精灵嘅灵魂咧系要留低，全部为我所有。就算俾你哋估到又点啊？你哋喺冰龙面前做到啲咩啊？哦，呢个啊嘛，其实好简单啫，因为冰龙做嘅一切打低佢咪得咯。哦，我想法都系一样啦，而且二次投影咧需要力量嚟维持嘅，呢、這个力量嘅来源能量咧如果耗尽嘅话咧，一切都会结束。呢啲咧真系蠢货嚟，果然太高估你哋啦！连阿克罗巴智慧咧都无能为力啊！对于呢个状况，唔好话你哋啊，冇错，你的确打低冰龙就可以，的确羽毛耗尽都可以，但系咧多得佢啊！我而家手头上有两条嘅三日鱼之鱼，足够我嚟维持呢个投影啊，同冰龙融合啊！果然你想要将冰龙作为容器嘛？向其中注入呢个嘅列希拉姆火系嗰只龙啊，即系白色嗰只龙，同埋紫黑罗姆雷系嗰只龙啦。你果然夺走呢个白昼之石同埋黑夜之石咧，系为咗呢个啊，夺走呢个两只神兽啊。但系呢两个嘅力量咧，唔可以彼此包容噶喎。你用嘅究竟系边一个啊？系啊，彼此咧的确就唔包容嘅。咁啊，分别注入两只冰龙咁就得咯。咩意思啊？我系想话就系呢个意思。好，合体，点会可能嘅两只冰龙？咩冇可能啊？得到两个世界嘅冰龙花咗几多心机啊？两个世界嘅冰龙啊，分别喺理想之黑同埋现实之白相融合啊，所以咧已经得到基因之契嘅我咧，因为那个银河团嘅蠢货行动嘅时候咧，将另一个圆形嘅神之石啊攞到我手上，都系为咗咧得到呢个理想同埋真实最强之龙啊，同时存在喺呢个世界上，将冻结之力发挥到最强，强到咧足以冻结呢个世界，点啊？
而家你哋仲妄想住可以打得赢佢，无轻易放弃啊！应该仲未稳定啊，唔系，我已经听唔到佢哋两只嘅声音啦，啲神兽啊，融合方法已经好完全啦。融合由我咧基因之契控制嘅，咁啊将佢攞翻嚟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会咁谂，你班友，所以我会将佢留到而家，嚟俾你哋亲眼目睹呢一个希望嘅破灭，炸烂佢咯，系嘛？咩啊？失去咗都可以维持啊！将呢个美梦神嘅稳定之力咧使用到呢个程度，恐怕应该冇办法解除嘅，永远都明白未啊？感受到自己嘅武力未啊？你同我咧有住本质嘅差距啊！无能之徒。这个世界充斥着大量的无能之徒，好像你们这样，不是比你们无能的得多，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，也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，只会对未来一切感到迷茫和无力，什么都改变不了，只会埋怨，去转移注意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只会对更优秀的人感到妒忌、憎恨和厌恶，想法设法咧将优秀嘅人拉落嚟，大家都无能啦，咁自己嘅无能就唔会显出嚟啦。呢个世界就因为嗰啲败类嘅存在，冇办法继续向前啦。自私浮躁嘅平庸之辈，呢啲咁嘅渣滓，有啲咩资格拥有精灵啊？有啲咩资格拥有呢个世界嘅财富？有咩资格存在喺呢个世界上，玷污呢个世界嘅污点啊？呢一切本来就应该交俾凌驾一切嘅我所有啊！好快我就会冻结呢一个所有嘅庸碌之徒。好快呢个世界一切就会重新回归到我高位骑士嘅手中啊，哈尔莫尼亚嘅手中。点啊？仲系想要阻止我？你自不量力啊，不自量力嘅蠢货！咁你结集最强之龙嘅力量，哦，一大轮，哇，双打，好，两条龙，一条火龙系嘛？啊，唔系，谂谂先，冰龙合体。应该是雷龙和火龙啊，如果冇错的话。跳先啦，跳打隻火系，咁呢度先保护先，因为火一定打我隻蟹。好，青色火焰蟹啦，龙击轮。如果佢系用火，点算好呢度？保护多一下试试啦，得 ，OK， 好，青色之火再跳，呢度一定要走一走啦。如果佢用火技嘅话咧，叫剑蟹啦，不如佢两招技都系打紧我同一只嘅，应该云种定系佢打紧烈焰马？其实好，咁啊，机会嚟啦，先放个岩崩先，好，得 ，OK 雷击唔紧要啊，已经做到发挥啦，发挥到作用。火爆喉呢度用大火，再用近身拳击，都唔系好劲啫，90咧，搞掂。佢好似都系兵系嚟，我想睇到。我居然俾平庸支配，太易打呢个实在。好嘢，一个再击败呢个盖奇斯啊！啲融合果然咧冇消除啊，不过咧居然可以打低两只嘅冰龙啊，真系犀利啊你！哈哈。呢、這个你班咁嘅蠢材，凭呢啲咁嘅程度攻击啊，边度话打得赢最强之龙啊？即系一个徒劳嘅丑陋挣扎咋，够啦，冇兴趣陪你哋玩落去啊！直接俾我冻结之力啊，大镬啦，快走开啊！永别啊，同嗰啲不自量力嘅淘金拥有者一样，喺冰入面咧睇咗点样征服呢个世界啊！哼，不自量嘅反击就结束啦，终于结束啦，应该话我征服要开始啦。好，我仲未做到啊！如果咩啊？好似发咗好长嘅梦。好，今集就差唔多啦，都几长下个剧情。俾大家系时候俾大家消化一下啦。应该有啲人会唔明，而我自己都暂时有少少唔明嘅。系啦，所以就俾大家消化一下。下集翻嚟继续，系咁先，拜拜。